还不错，今天呢来测试一下哪一款高跟鞋最稳。我们今天准备的有6公分、8公分、10公分、12公分。像你平常都穿什么公分？12以上。对，那你12、15，那你这鞋应该穿起来应该会对你非常的。不一定哎，因为其实你穿球鞋都会管的。就是因为强尼很常在东区穿高跟鞋，那个走路的气势超浓烈的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请强尼来帮我们测一下哪一款高跟鞋走起来最稳。那我先示范一下，我们现在呢手头上有一层水，干嘛要泼我？不是，我们要穿着高跟鞋呢，像那个威德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端着水，然后我们就有障碍赛。我先示范一下给大家看，那你先帮我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你的水泼出来多少。好，第一双6公分。好，我现在已经很难把它拿起来。强尼准备好了没？6公分的高跟鞋 ，Let's go！ 1、2、3、4、5，强啊，6公分。我放弃了。Go！ 强你啊！强！在那个障碍赛，真的是，好。你坐。好，我们呢这一杯呢目前还是很暖。好，经过我们6公分的奋战，我们出来的水有这么多，我们呢现在看看还有多少。你还会穿高跟鞋？6公分的1.2，香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是8公分。8公分。然后来1、2、3、4、5。慢一点啦，没有在计时的哦。好，要走。好，8公分，预备 ，Go！ 8公分的出水量，我们来看看是几公分的下杯。我等下要血纸。你要血纸。嘿，又改，3.4公分。来，10公分，加油！哇，这样下来就是高了十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的10公分。是没有拿东西，我都走很稳了。好，注意突然 go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等一下啊，好，感谢喽，加油，强尼，送餐第一名，强尼，我好晕啊！快一点，
只是现在太简单了。真的超过一个下杯，哇！越来越晕呢。来哟、哦！哎、欸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不会死到现在？没有。哇，目前都跟我预设的一模一样。来，我们来量量看，4.9。这是双鞋唯一我自己的鞋最高的。好。好，来哦，我们最后一个12公分，12.5公分，请坐，请坐。好，5公分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哦，准备好了没？12.5公分，出发，小心哦，看地上哦。哦，强强强强强强。订阅预言强尼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。